是一个真的对生活有了更大的一个热望，啊，这是我觉得我们剧组也好，还是我个人也好，一直想传递的一种东西。头分哪一个了？头分哪一个了？这是我们白银号集合啊，四十岁姐你好啊，我姓叶啊，我是荣。我怎么看你怎么眼熟啊？我经常唱摇滚的。叶叶，一会儿呢，他说那个，哎，我怎么看你有点眼熟啊？你就跟他回一句，你就我看你也眼熟啊，是吧？看你也眼熟，大家又当玩笑，又当真的，就是这么说了。娱乐街上传递繁荣爱的友，让美好永远甜蜜的到。此时，全剧拍摄已经最后阶段，部分演员陆续杀青。行 ，OK 了。没有啊。行了。老总买是不是就杀青？杀青了，杀青了。六七年吧，拍过一个《马襄阳下乡记》，就反映农村生活的，就特别受欢迎。而且他那个帅呀，我说实话，你要农村，你看你这样干部下来了，你没有不爱的呀。就这块炒的肉，你说我管还是不管？我说还是不我说？就蹲着愣装没听见。我觉得我这我肯定就地棍儿。子欣，能动手，尽量别说话。你手里还铁锹呢，一会儿地铁锹吧。行。参加过革命战争的一个老党员，我对来的书记从心里在支持他。这汤啊。好，停了，